7月27日，据日媒报道，小栗旬的妻子山田优已在今年春天生下第四胎。前不久，小栗旬深陷裸照风波，而后两人曾牵手出行，共度结婚纪念日，似乎并未受外界影响。据悉，两人2012年结婚，2014年10月、2016年9月、2020年6月分别诞下3个孩子。